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见微知著啊。本来的话，一般人对于香港的这个关注的话，也就是说，好像从一个香港对英国人治理的一个会生鸡蛋的一个母鸡，移交到一个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就是港人他事实上他也没有决定权这样的一个过程，感到有点伤悲。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更大，因为中国它崛起了之后呢，它并没有改变，并没有像西方想的变得更民主、更自由、更尊重人权，反而是在输出它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和它的政治体系，透过所谓的这个硬实力啊等等。所以香港的这个继续的高度的自主，还有台湾的这个独立存在的话，我觉得对人类来讲的话，是可以说是你可以把它看成说一个自由跟一个专制的，这是一个对视。如果说香港没有了，台湾没有的话，那我相信对于中共这所代表的这个主体的这个专制势力的话，会更加的扩张。